摸黑啦，又下雨喽。看到造林地了，还好在最后一刻下雨了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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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接到了，到了吗？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造林到了。对对对，到了，直接。哦，最后这段还不好下，很陡。因为挖掉了嘛。哦，小心哦，下来。来上，到大陆林道了。到了。哦，路上的大路难走的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好，红娘大哥，哟呵，哎哎，小心，到了。好，有有有，好，耶，到了到了，辛苦了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小心了，后面的。终于到大陆林道，这边是几 K 的地方啊？哎，红姐。最后还要演出吗？太高兴了，加多好戏啊！哦，那个，我们要坚持到最后啊！不能，来杀！是我抓到刺才够。大了大了！因为现在是小羊要下来啊，分量很够啊，所以慢慢下来。哦，来，表面下来了。哎，怎样怎样？啊，辛苦辛苦，谢谢谢谢。小羊真的是最辛苦，背最重，又背好背水啊，背什么的，真的好重。来杀！哎。妹妹回来啊，快滚！啊，哎，哇，我快屌你看看，表妹又来了，表妹妹妹来了，哎呀，好呀好呀，你下来了，我下来了，太好了，哇，走几天头发就长了，对，前几天头发还短，可是这几天很多次了，拉来拉去拉长了，都下来了吗？都下来了，后面没有了，哎，刚刚有没有看到叫阿红阿红？好，来，谢谢，辛苦辛苦。哇，这趟走这个很辛苦，尤其我们最后一天了，都没想到这么难走。不会啦，因为这是一个难得的经验，难得经验啊。好，好，还有老师，老师那躲在后面呢。老师这是还好吧？这是啊，还好，很久没走这种路了，真的啊，真的。那这一次老师抄了一下，老师差一点埋了一个太阳。对啊，不敢发现太多东西啊，发现还有太阳，赶快把它掩埋起来，不要再拍了，那会出不来啊。真的非常谢谢大家，每一位都非常辛苦啊。这边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开路先锋啊，哦，有位，谢谢。哇，他真的话最少，可是一路在前面开路，真的就一路从第一天前面比较少，到尤其后面几天啊，几乎都是他在前面冲锋陷阵的啊。谢谢你啊，真的真的谢谢。你看他拿了这把。开路先锋的刀子的，所以我们才能慢慢这么顺利这样出来。谢谢啊！好啦，终于到了，我们现在回到大陆林道。其实这边还有一个神奇住宅所，就是把工资掉了就可以选。不到十公尺了啊，所以这个没关系，我们就把它放在这边好了。那我们就是回到我们的起点，也是我们这次的终点，就是观雾。好不好？去观雾大家吃饭。还要再走四公里。哎呀，至少是平的啊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回观雾了。好，辛苦辛苦啊！还有这次最辛苦就是摄影师阿义。大家辛苦。来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阿孔。辛苦了啊！好，辛苦了。好，这滑了好几跤。好，最后一个背包，自己打自己。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神奇住宅所近在咫尺，但是一行人气力放尽，没有人愿意再多耽搁一秒。每一回筋疲力尽的探勘，都会怀疑为什么要如此自苦，但每一次重回文明，没多久又想再入山林。拍摄台湾之美，记录历史场景之外，还俨然感受来自山林的召唤，召唤我们重返自然，在心力交瘁之际与山林深度相处，展开自我对话。对懒萨来说，竹苗山区的这些古道更是意义深长，熟悉的场景、山羌飞鼠的叫声，都是他回到童年、重返祖灵之地的记忆线索。一趟古道，我们都从山林的心灵原乡再梦而归。